在西安订了个酒店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门牌特奇怪，叫一号坑。哇！怎么回酒店啊？哇！这能住人吗？一伙子人跟你一块儿一起住，我就一个人住，这怎么回酒店啊？决定走进房间看看。这个蛮正常的，对，蛮正常的。但是我睡觉，怎么睡？你说怎么睡？怎么睡？这房住不了。换一个房，这里还有一个房子的，我记得那个总统套房。这什么鬼呀、啊？这能睡人吗？我求求了！这什么鬼呀、啊？这还有一个人跪着，没了吧？多少个人陪你睡？数一下咱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关键还有一个，他鼻上的。你的衣服还得看着你，我上厕所呢。退房吧。